我先讲一下，我其实是有在解主线的哦。我这也可以卖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不可以回血哦！啊，一定要进去那边才可以回血。什么鬼？白兔圣女。我先讲一下，我的主线已经卡住了，打不赢那些怪。哎，运得很漂亮啊！但我觉得最有趣的应该是他的小店呢、啊，这个棉衬衫、露肩带，哎，这个挡住了啦。哎，我想赶快开这个系统哦。